本儿，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泡都多，又可身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呀、啊、吃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木木的杆儿嘞，还有那证明挂亮的烟袋过来哟。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你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孩子一多管不住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。哦，老大娘不用再说，我明白了啊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那个托儿所，哎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。金色晚霞照山坡，哎，货郎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儿啊，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苞米棒子金闪闪，高粱赛米红似火，大豆结甲那个嘟噜蜜，祭祀风的谷穗呀弯了坡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，哎，灰瓜乱叫鸭子鹅，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，哎，货郎我心里高兴跑得快，哎，贴脚板松松松